哦，我先走了，先走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老李，开稳一点。好的，程总。你好。你好。我们酒吧见过。是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么晚了打扰你休息。严有臣有没有找过你啊？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？您很着急吗？我一直打他电话，他不接。哦，他没事儿。我们俩下午刚分开，他可能没听到吧。我听说他把深思的工作辞掉了。他有没有跟你说为什么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？老板变成了婆婆，不就自然出问题了吗？不过这个事儿我好像也不太方便跟你多说吧。那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啊？小小傲，你慢点儿。程总，后面那辆车好像是在叫我。
老李啊，靠边停。这事跟你没关系，他是他女朋友，听见了吗？干什么？跟你说话呢。陈志，你要带他去哪儿？跟你没关系啊。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他现在不想回你那儿，你要带他去哪儿？跟你没关系。陈志，不想回。告诉你，他是我女朋友，我爱带他去哪儿去哪儿，跟你没关系。跟你没关系啊。沈侯，不要再像刚才那么冲动了。就算你不在乎自己的生命，你也应该在乎严小晨的生命。跟你有关系吗？起开！咱们走吧。给我包，给我。慢点，慢点。坐好了啊。我算是见识了，你沈大少爷也有今天啊！你好好照顾他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回头看一下你那车，如果有磨损的话，我赔你。拉倒吧你！我怎么也得支持一下兄弟的情深几许啊！哎，你今儿把车一横，帅！我也想在那谁面前帅一把呀。嫂子今天可惜了，没看见。你说魏彤那句话什么意思啊？他什么意思我哪知道啊？不会是你妈知道了吧？演什么豪门狗血剧，不让你俩在一起。当我没说啊，我先走了，你好好照顾他。在乎他对吗？不然你怎么会感受不出来你们之间的问题呢？如果你不能平衡你们之间的差距，他今天的离开只是一个开始。